各位好，欢迎收看这一节天文台的天气节目，我是黎宏俊。来到大概六点钟，各区的气温是在25-26度左右。天色方面，在维港望出去可以见到天上面的云比昨天就多了很多了。其实在大范围的卫星云图可以见到广阔的云带正是覆盖住华南地区，而里面亦都夹杂住的雨区在今天会继续影响住香港和广东地区，所以我们预计今天会是有几阵的雨的。而天气形势方面亦都有少量的变化，现时在广东内陆至广东东部的冷风仲逐渐向南移动，预计会在今朝早是横过珠江口的，所以到期时天气会较为凉一些，风势都会比较大的。預計今天會是大致多雲，有幾陣的雨，天氣會涼一些，日間的氣温會徘徊在26度左右，吹和緩至清勁的東至東北風，而離岸和高地會間中吹強風。而我們預計未來幾天受到冷風隨後的東北季候風影響，在廣東沿岸地區的氣温會逐步下降，風勢會比較大，還有一早晚會比較涼一些。所以天氣展望方面，預計未來一兩日氣温會逐步下降，風勢會比較大，而去到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最低氣温會在20度或者以下，大家要注意天氣變化。天氣講到這裡，下次見。